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我就做一个牛扒，两边撒点盐 ，hot pan。我们呢就这个 pan 已经热了，就把它放下去。哇哦！牛扒呢就很简单，重点呢就是我们要调这个酱汁。今天我煮那个黑椒酱汁，这里呢就一粒洋葱，把它切碎。我这里呢还有那个 rosemary， 就是。眼前想不到，放点蚝油，胡椒粉，香草，意大利香草，再把这个牛扒放进去煨一下吧。就可以拿起来了，不能够太过熟。这块也是。好了，我们呢就把它呢就放在这些酱汁放在上面。So good。看样子还算可以吧，不知道，应该不错，味道不错。好了。